个你来品尝一下，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专家鉴定，对，专家鉴定，专家品鉴一下，可以吃了吗？啊，是可以吃的，是可以吃的。蜜爸蜜妈的手艺怎么样？你先来评价一下这个味道吧。说实话嘛，有点差距。来自专业的评审，这个就得就是油锅里面一出来就是，那是最最好吃的。所以你是炸串专家吗？我吃是专家吧。哦，小时候有在店里也是假期什么的也会去帮帮忙实习一下，是吧？对，以前想吃。吃的是真的，他是真吃，而且吃的是一点都不含糊。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就不影响他吃。不耽误饮料。这一整期节目就他一直在吃。干饭人来啦！这远程加油，加油，各位！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炸串有什么秘诀？其实炸串最重要的应该是火候，火候是吧？相对讲，总是吃不胖，光吃不胖，是不是？